团体课的时候能够卖出去一对一。我现在是教练，啊，他是学生，啊，你在旁边看就好。那我们是在巡场，团体课教练一定不可以跟着一起做，你就是要巡场，要指导，然后呢，你就走过去，哎，你这个哈，来，膝盖不要夹，膝盖不要夹，哦，打开一点，打开一点，哦，你就可以去顾别人，低一点，手低一点，这边好，现在下课了，哎，你过来一下，你跟我来外面，你刚那个深蹲这样不行，我来外面教你，看你怎么做，教你怎么做。等到他来这边的话，你是要完全认真的教他深蹲哈，然后大概教到中间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卖他教练课了。实际上会是这样，做深蹲。好，来，脚打开一点，对，好，脚尖向前面，脚尖向前面，啊，对，好，来，蹲五个看看，来，go，一，你感受一下哦，看是哪边酸哈。哎，我问你哦，你会排斥上教练课吗？不会啊。我跟你讲哦。虽然我们教练课体验要1500块，可是如果你可以来体验的话，我会把你所有的基本动作都教会，因为你这其他的基本动作这样我刚看了都不行。好，来，没关系，先上。好，来，对啊，这个脚尖哦，你要感受一下。好，来，腰打直，腰打直，还下去。好，OK，哦，这样以后你要深蹲要这样做才对。那我们约一堂教练课体验，这样子我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教会。来柜台这边，我们登记那个上体验课的时间，好，这样子你就可以在团体课的时候卖他教练课。